Thank you.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复活节的第五个主日，让我们一起能够在线上崇拜，让我们预备心进入今天早上的崇拜。我们祈求上帝的同在赐福带领我们今早的崇拜，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阿们。来呀，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上帝，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敬拜上帝。
最是传奇，超奇，奥秘不可测量。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现在让我们用一段时间安静默想和自我反省，然后我们一起向上帝认罪祷告。让我们用以下的认罪文一起向上帝认罪。上帝啊，我们承认我们曾被罪捆绑，没有自由。我们在思想、言语、行为上常得罪你。我们所愿意的善，我们反不做；我们所不愿意的恶，我们反弃做。我们没有尽心尽意爱你，也没有爱人如己。恳求你因你主耶稣儿子的缘故，施恩赦免我们，并复兴以引领我们，让我们能遵守你的旨意，并与你同行。愿颂赞归于你的圣名，阿们。凭着上帝的恩典，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死了。上帝怜悯我们，并已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一切信靠耶稣基督的，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并将圣灵赐给他们。阿们。主与你同在，也与你同在。让我们同心祷告。全能的上帝，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也借着他的复活战胜了罪恶和死亡，叫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此我们要以天上的众天使以及在天上和地上的众圣徒一同赞美你，荣耀你的圣名。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何等恩有世人救赎，负我罪前担我忧，千秋多少平安我们做事，多少痛苦愿望成，都是因为未
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五十五到六十节，但司提反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涌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司提反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今天的新月引题是取自于彼得前书二章二至十节。第二节，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坚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主乃火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第五节，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火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暗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第八节有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这是上主的话语。今天的圣福音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一节至十四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
我们就有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么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既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这是上帝的话语。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我是陈连弟牧师。感恩在这一个疫情时间，我们可以一起的敬拜，感恩透过这个网上敬拜，我们可以聆听上帝的话语。在还没有开始信息之前，让我们一起的来做一个祷告。恩主，献上感恩，你带领我们能够来到透过这一个网上敬拜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也感恩今天你给我们信息，主愿意带领，无论讲的听的，我们都一样的得到造就。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弟兄姐妹，你们知不知道，或是你没有听过条条大路通罗马这一句谚语呢？那么你又知不知道这一句的谚语的来源呢？其实它的来源来自于古罗马时代。在古罗马时代呢，欧洲还有很多的地方是处于荒蛮的这一个状态，而交通是非常不方便的。后来罗马帝国强壮起来，它征服了欧洲、北非还有这一个中东等区域，罗马城就成为这三大洲的这一个的帝国的政治、经济和这一个文化中心。为了加强这一个的统治，罗马帝国花费了相当庞大的人力资源、这个物力来建筑了这一些的大道，以这一个的罗马城为中心呢，一直发展到这一些他所管辖的这一些的地区内。根据历史的记载呢，罗马人总共是建造了这一个8万公里长的这一个的大道呢，来通往他所管辖的这一个的地区。所以也引发出了这样子的一句话，条条大路通罗马。条条大路通罗马，在我们华人社会里面其实是蛮通行的。特别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基督徒传福音给那些非信徒的时候呢，这些非信徒呢，听了这一个的信息之后，他也不好意思拒绝我们，他就会用条条道路通罗马来告诉你，不一定要相信耶稣才可以上天堂的，亦或是其他的管道呢，也可以引领我们上天堂的。当我们听这一句话的时候，我们也感觉到好像是很有道理啊。但是再深一层去思考的时候，你会觉得总有点不妥当，因为这个跟耶稣所教导的很有出入啊。因为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接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耶稣讲这一句话是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而今天让给我们听到别人说条条道路通罗马这一句话的时候，我们又有什么样的一个反思呢？让我们来翻开我们今天的福音引题，这一个的约翰福音第14章第1到第14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个主题，神道。我们晓得耶稣
在这一个还没有被钉十字架之前呢，他就在逾越节的那个晚上跟门徒一起的吃饭。当时候他也告诉门徒当中有一个人会出卖他，而他也告诉门徒说他跟他们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了，又说他去的地方是他们不能去的。当门徒听了这一些的话，他们就觉得不妥当，但是又不太明白耶稣所讲的，他们心里面就忧愁起来了。当时候这个呆头的彼得他就来问耶稣，问他到底你要去哪里。最后彼得跟这个的耶稣说，就算你去哪里我们也要跟着，就算死我也要跟着你一起去。当门徒这样子的一个状况，耶稣看在眼里，他也心里面很难过。耶稣基督就趁这一个时候就来安慰这一些的门徒，好让他们知道将来他这个发生的事情和这一个即将要去的地方是有什么关系。在第二节到第三节，这一个的耶稣就告诉门徒说他必须要离开，然后回到父那里去。虽然耶稣没有直接告诉他们说他会借着这一个死亡而回到父那里去，但是他却很肯定地告诉他们，他回去的这一个的地方，他是要为他们将来预备地方去。最重要的，耶稣也肯定他们说呢，就是将来他必须会回来了，带他们到那一个他所为他们预备的地方。耶稣在这个第四节讲了一句话，他说我去的地方你们知道那一条路。到底耶稣去的那一个地方是怎么样一个地方？这一条路到底是一条怎么样的路呢？门徒当耶稣讲完之后，这一个的门徒当中的多马他就这样子的对耶稣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去的地方，怎么样知道那一条路呢？弟兄姐妹，我们暂且停下来，我们来思考，耶稣说，我去的地方，那一条路你们知道，而这里多马却说，你去哪里，我们怎么知道那一条路呢？他们两个看起来好像是大家都不明白，大家到底是耶稣出了状况，还是这一个的多马他不明白耶稣在讲什么呢？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看回这个圣经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九节、十章三十七节到三十八节、十二章二十六节这一些的经文，我们知道耶稣曾经好几次的告诉门徒有关将来他要去的地方是如何的去通往那一条路的，而问题是门徒好像听不进耳，所以他们不知道耶稣在讲什么。其实这一样的状况，不明白耶稣在讲什么，不只是多马一个人。接着下来在这一个的第八节，我们又看到这个腓力出来了。腓力在耶稣讲完一番话之后呢，他就开始说，主啊，请把父显给我们，我们就满足了。他们又好像是不明白耶稣之前的到底在讲什么。当时候当这个耶稣听到腓力这样子的回应，他真的有一点失望。在第九节他这样子的回应这个腓力说，腓力，我跟你们在一起这么久了，你不认识我吗？那看见了我就是看见父，你们怎么说把父显示给我们呢？纵然对门徒失望也好，但是耶稣知道刚才所讲的信息对门徒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就一一的
很清楚的再一次告诉门徒他自己所讲的那一条路是怎么样一条路，那一条的路是如何能够通往父那里去。在第六节耶稣这样子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在这里耶稣再一次的用我是 I am 第一人称来描述自己。弟兄姐妹，你们还记得吗？在上一个星期的福音引题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一到第十节的时候，耶稣也曾经用过这样子的这一个的描述我是这一句话来描述自己。当耶稣在那一段的经文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一到第十节说我是羊的门，其实他在描述什么呢？他就是那一道的门，就是从他那一道门进去的羊儿呢，就必须是属于耶稣基督的羊儿，也就是好像我们这样子。当耶稣在那里说我是好牧人的时候，他也是在描述说他自己就是那一位的牧羊人，而那一些听他的声音跟随他的这一个羊群，就是我们这一批的人，也就是属于他的羊群。在这里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其实他要带出什么呢？他要带出来的就是他就是那一条的道路，那一个的真理，那个的生命。弟兄姐妹，今天让我们来看一看，当主耶稣说他就是那一个的道路真理生命的时候，他要带给我们一条怎么样的路和怎么样的生命呢？我们来看看，当主耶稣说自己就是那道路的时候，他是借着十字架的管道来成就这一切。在十字架前他的身体被掰开了，然后就开辟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使我们能够来到这一个上帝的面前，让我们得以跟上帝来亲近。就好像这一个的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到二十节这样说，当我们看回耶稣说他就是那个真理的时候，因为神的真理借着他表明出来，让人家真能够看到真理。就好像这一个的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到第十八节所说的，当耶稣说自己就是那生命的时候，我们可以借着他得着这个的生命。就好像这一个的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三十一节所说的，弟兄姐妹，这就是耶稣在这里所告诉我们的，他就是道路，是真理，是这一个生命，他能够为我们成就这样的事情。让我们继续来看，这个耶稣，他如何成为那一条的道路？他有哪一个的能力呢？在这一个的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七到第十节，他要告诉我们，我们能够借着他通往上帝那儿，乃是因为他特殊的身份。怎么说呢？让我们来看第七节。第七节耶稣这么说，如果你们认识我，就必认识这一个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看见的他。让我们再来听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再来消化。这里说，如果你们认识我，就必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看见他。弟兄姐妹，看到了没有？在这里耶稣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呢？这个很特别的东西，而这一个东西是，当你认识耶稣，你就认识父上帝。当你看见这一个的耶稣，你看见父上帝，因为可以从耶稣身上来看见他。
我们再来看第九到第十节，这里说，腓力，我跟你们在一起这么久，你们还不认识我吗？那看见了我，看见我的，就是看见了父，你们怎么还说，把父显示给我们呢？你们不信我在父里面，是父是在我里面吗？我对你们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而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弟兄姐妹，这一段经文又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一段经文也告诉我们，看见耶稣就是看见父上帝，耶稣在上帝里面，上帝也在耶稣里面。弟兄姐妹，而在这里，耶稣要带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给我们，他要带的信息就是耶稣他自己就是父上帝。这一个的信息不是一个很新颖的一个信息，如果我们仔细的再回到这一个约翰福音，我们慢慢的来看的话，从这一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三章、第五章等等等，其实我们都可以看见呢，这一个的信息，其实耶稣一直不断的告诉我们，他本身就是这一个父上帝。弟兄姐妹，今天让我们来看，既然他是这一个的父上帝的话，那么接着他，我们可以回到他哪里去？因为他就是那一条的道路。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从耶稣自己的宣告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到现在他说他自己就是那一个上帝，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唯有借着他，我们才可以回到去耶稣那里，因为他就是那一条的神道，是通往永生之道的。刚才我们有讲过，那些的人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其实让我们再仔细去想一想这一句话的时候，条条大路通罗马，是不是一个没有限制性的这一个的环境在里面？是不是任何一个的国家、世界各国都可以把它的道路通去罗马呢？如果我们仔细去看的话，其实并不是的。唯有这一个罗马管辖的地方，唯有罗马政府管辖的地方，他才有这一个的权利去造那一个的大道，好让他们通往这一个的罗马。而这一个先知心是非常大的，因为不属于他管制的地方呢，是他不能够去通往的。而今天让我们去看一看，今天我们说这个永生之道，是不是每一个的管道都可以前往呢？其实不是的。能够前往这个永生之道，是那一个赐生命于我们，给我们的那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才能够让我们通往那里。而刚才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所讲的，而他自己表明自己的身份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的知道，他说的唯有通过他才能够去通过那一个的管道，才能够通到那一条的永生之道。耶稣就是那一条神道，耶稣开给我们的那一条神道是与众不同的，是他亲自为我们开的，所以当中是没有这一个惧怕、这一个的恐慌或是不安在里面，而相对的是有那一个盼望，是充满亮光的这一条的道路。我在去年十月有机会去到这一个北京，那么我们来到一个地方叫昌平，这一个昌平呢，我们被带去一个地方，
来看一条神道。当我到达这一个的地方的时候，我看到这一条道路很长、很远、很寂静。由这一个大门口进入第一条的长道，再进入第二条的长道，我有一个这样子的感觉，这一条的道是真的是神道，这一条的道真的是通往这一个的生命之道吗？我知道不是，因为这一条的神道，它其实就是明朝皇帝驾崩之后，这一个的遗体将要通过这一些的神道，这一些的道路，而去到这一个他安葬的地方。而在整个的过程里面，我只有一个感觉，那是灰暗，那一个是死亡的，因为最后那一个尸体即将要埋葬在一个的地方里面。这告诉我们说，生命结束了，生命就这样子的灭亡了。当我在走这条神道的时候，我自己也在想，我虽然今天仍走在这一条道路，但是我知道我的生命绝不是往这一条道路，因为我相信的是这一另外一个的道路，而这一个道路是耶稣基督亲自走在十字架上所为我成就的。虽然耶稣走的那条道路，我们称它为苦路，是非常痛苦的一条路，最后他也死亡了，他被埋葬了，但是当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而整条道路就变成不一样了，而整条道路让我们看到的就是那一个的生命，因为耶稣复活了，带给我们永生跟盼望。因为耶稣复活了，他击败了这个死亡和罪爱和这一个的罪恶的权势，以致我们得以释放，我们可以回到父神那里去。弟兄姐妹，这一条的神道才是我们要向往的一个神道，而不是一个黑暗，一个只有一个这一个走向灭亡的所谓的神道。弟兄姐妹，这一个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不一样的东西。而今天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也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而洗干净了，而救赎的人，所以今天我们走在这一条的神道上。当我们今天和其他的弟兄姐妹走在这一条神所为我们预备的神道上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感恩耶稣基督所为我们成就的一切呢？而今天当我们走在这一条神道，神的道路上，我们有没有看到的就是原来耶稣一直在陪伴着我们，一直到我们在世界的这一个末了的时候呢？而最重要的，当我们幸福的走在这一个神道的时候，还有很多的人，我们身边的亲朋戚友，他们还相信条条道路通罗马，他们还以为借着其他的管道，他们可以通往这一条永生的道路。而今天我们有没有把这一个正确的神道，你所走的那一条路来告诉他们呢？这一个的约翰福音，这一个14章12到14节，耶稣怎么样对我们说呢？让我们一起的来翻开这一个的约翰福音第14章。这里当耶稣解释完这一个自己的身份，他和他即将要为世人成就的事情之后，来到第12节，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些更大的，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而这里耶稣基督给予门徒一个非常大的使命，这个使命就是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
也要做。这并不表示耶稣要走向这一个十字架的道路，而我们今天也必须和他一样，我们要背着十字架来走在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个是没有错，因为耶稣也教我们背起他的十字架。但是如果你看回这个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1到第11节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一直在讲着什么东西呢？就是他为我们预备的地方，这一个道路是怎么样可以通往的。而今天他要我们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带领那一些的人也走向这一条的道路，也就是说要带他们走往神道。而这样的一个信息不单只是给门徒，14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这个也是我们每一个跟随他的人我们所要做的事情。因为他说信我的人也要做。愿意我们听从耶稣基督的教导，我们走在神道上，我们也愿意带领别人来走在这一条的神道。愿上帝赐福于听到又行道的人，愿主耶稣基督赐福于大家，阿们。
让我们为今天的奉献同心祷告。上帝啊，万物都是从你而来，在我们的生命中所领受的一切美好的事物和恩赐，都是你白白赐给我们的。现在我们从你而来的奉献给你，求你接纳使用，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上帝使我们借着圣洗礼进入基督里，并凭着信心和盼望与主同活，让我们承认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我们的主，因着圣灵承运，从童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遇难，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葬了，下到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后升天，坐在无所不能的父上帝右边，将来要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一圣基督教会，圣徒相通，罪得赦免，肉身复活，并且永生，阿们。让我们用主祷文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奉主的名出去，上帝已经如此恩待我们，让我们去侍奉他，让我们用我们的言语和行为去宣扬福音，让我们将上帝赐予我们的生命与世人分享，让我们同心来领受神的赐福。唯愿主赐福于你，保护你，愿主用他面上的荣光照耀于你，施恩于你，愿主坚固你，赐你平康，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阿们。